他一生变革图存，选贤举能，力挽商王朝于危难之中，为何却成为小说中残暴无能的昏君？真正的商纣王是什么样子？《封神演义》这本小说中埋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商纣王本名帝辛，是帝的少子，作为商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在《封神演义》小说中却是最大的反派 BOSS。 小说描述他昏庸无能，残暴不仁，是十恶不赦的暴君。然而实际上这些评价并不准确，小说中的描述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那商纣王真的就是残暴不仁吗？商朝末年，由于各地连续降温降雨，各地频频发生灾难，中原迎来了短时间的冰河时期，而商纣王便是这个时期继任为皇帝。由于当时人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尚且无法正确地理解灾害发生的原因，所以他们将这些事情认为是神灵发怒所降下的灾难。而商朝的神灵又恰好是喜欢使用生灵的神明，所以人们为了平息神灵的怨怒，通常要献祭生命用以祭祀神灵。祭祀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像家禽牲畜、青铜玉器以及陶器等等。而人作为区别于家禽的生命，那就是最高格的祭品，而以人为祭品的祭祀就被称为人祭。这个人不仅包括驯养的奴隶，还包括了朝廷中的权贵。最高规格的祭祀甚至是需要以皇帝君王用来作为祭品。在封神电影里就有这个桥段，比干说普通人祭祀没用，希望纣王自焚以祭祀神灵。而纣王长子殷郊更是说出让父王退位传位给自己，自己再去自焚祭祀以告慰民众。可这里卡 bug， 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人命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观念。而人祭的范围也很大，至今听起来都让人感觉离谱，像是房屋建成、锻造青铜器乃至人事升迁都需要人祭。到了商朝的后期，人祭所需要的祭品也是越来越多，动不动便是成百上千或是上万，所以在商朝皇帝要杀个人简直和家常便饭一样。而今天像是我们的道德观念更多的还是在周朝之后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所形成，当时的商朝可没有什么儒家思想。从这方面来讲，商纣王帝辛是没有主观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而历史上诸多对他残暴的评价也同样是站在自我时代的道德观念去评判他的做法。而站在商朝的文化中来看，商纣王并不是一个暴君。此外，据历史记载，在商朝时期被当作祭品的大多是羌人奴隶，并非是用自己的商人当作祭品。那个时候人们的道德观念极度落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商纣王并非是毫无节制地让本国子民进行人祭，他个人的思想观念中仍然存有保护国家子民的想法，所以关于商纣王的残暴说法并不准确。我们知道纣王残暴的说法并不能完全成立，那么那些小说中关于商纣王残暴的故事又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故事在历史上又有怎样的真相？我们知道在封神电影里，商纣王的皇位是通过篡位得到的，那事实是什么样的呢？他的皇位来路又是否不正？在帝辛出生之前，他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叫做微子启。微子启是家中长子，按照那时候立长的说法，应该是微子启在帝乙死后继承皇位，但实则不然，因为微子启的生母并不是帝乙的正妻。凭借这个身份，帝辛成为了嫡子，只有嫡子才具有皇位继承权，微子启连争夺的资格都不具有，所以帝辛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帝乙也是正常病死的，除了这些事情以外，包括像是小说中的比干挖心以及将伯邑考剁为肉酱，恐怕也是人祭。在当时商朝相较于其他国家文明程度高度发达，在河南出土的商朝建筑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些精美的房屋建筑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居住在宫殿中，而西岐的人们尚且还在洞中生活，所以为了能够前往商朝学习，周文王等人就去给纣王打工了，像是那些用以祭祀的羌族奴隶也是有周文王等人的一部分功劳。但是周朝并没有人祭这种残酷的祭祀形式，所以为了让双方文化相通，伯邑考恐怕就是用来作为这场文化融合的祭品，这也是为什么周文王能够吃下自己儿子所做的肉饼的原因。更有学者认为，
像小说中商纣王自焚于露台，恐怕也是在进行人祭。熊熊大火中，纣王盛装出场，在这场仪式中让自己的灵魂真正的与神灵完成接触，对击败自己的周军降下天罚。这种对于我们来讲严重违反人性的举动，恐怕纣王还深陷于其中的感动。而等到商朝灭亡之后，在周朝和儒家的思想观念下，这些历史故事也就逐渐变了味儿。到了明朝小说家的手中，便根据这些故事进行了修改，让他们在这样的时代观念下更容易被人接受，把这些各种各样的人迹修改成了纣王的残暴、臣子的酷刑、妲己的蛊惑等这样的形式。历史上的纣王除了小说中的负面形象，那有没有什么正面的形象呢？在他的在职期间，商朝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灭亡的？与商纣王在小说中的负面影响不同，历史上有许多人对他都有过较为正面的评价，比如荀子曾评价他，长具娇美，天下之杰也，说他不仅长相帅气，更是天下少有的杰出之人。史记中也有记载，说商纣王不仅机敏过人，善于与人辩论，而且武力爆表，能够单手就抵挡住猛兽，这些都是商纣王身上的优点。但这些优点不仅没有为他带来良好的正面表现，反而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祸根。首先就是商纣王由于过于优秀，不会听取朝中大臣们的建议，时常会与他们进行争辩。鉴于他那强大的辩论能力，在朝中的大臣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服他，哪怕是正确的，他也能够说是错误的。在位期间，商纣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变更用人制度，提拔了许多的非士官大族的人员，打破了贵族的世袭制，像飞廉恶来便是这样成为他手下的。而这种在我们今天认为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做法，在当时却引起了贵族阶层的不满，导致商纣王不再受贵族的信任。此外，为了加强对外邦的控制，他还将各国的贵族困在朝廷任职，并强行管理他们的人口，从而削弱贵族的势力，而且还以严酷的刑法对他们进行镇压，这就导致了外来贵族的不满。在这个过程中还爆发了东夷之乱，为了打败东夷，商纣王连年征战，穷兵黩武，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那时候又常有灾害发生，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百姓也越发地对他怨恨起来。而那些被抓来俘虏的奴隶，由于残酷的人际，对于商纣王同样很不满。在这多方面原因之下，商纣王离心离德，众叛亲离，各路人马都对他表示不满，最终商朝国灭。可以说商朝的灭亡更像是变革道路的失败，只是商纣王的存在加速了这个进程而已，而这位最后的人皇也就此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